谢谢大家，终于到总决赛了，熬到决赛了啊！什么叫熬啊？不容易。这会儿又该我们哥俩表演了。嗯，好多观众对我们哥俩不熟悉，还不熟悉呢。我叫郭麒麟，都知道。他叫阎鹤祥。嗯，哥俩合作时间不短了，12期了嘛。啊，咱们刚开始搭伙。实话实讲，嗯，我们俩在一块儿说相声。打小就是这样哦，小时候一块学，哎，也是一块玩。你看看，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大家都了解，哪四门呢？吃喝嫖赌。那这个对于那是那边得教你的，那是像话吗？说汉先生，四门功课是坑蒙拐骗。还不如我这个，这是那外国人教我，没听说过。别瞎说，嗯，应当是，应该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四门口技，每一样都得下了功夫，都得学呀。对呀，第一样以说为主啊，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口齿一定得清晰，哎，说的得好，嗯，得有意思。是，这嘴里功夫怎么练呀？嗯，罐头。哦，就上期您背那个，哎，还得往前倒啊。哦，贯口在台上，嗯，像什么报菜名啊、八扇屏啊、地理图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汤汤汤汤汤，得看这个基本功，这都是打小开始练。嗯，全都下过功夫。是啊，我们德云社有三个重点的培养对象。谁呀？岳云鹏。哦，烧饼。啊，还有我。哦，你们仨。我们哥仨。嗯，小的时候，哎呦，我吃的苦你都没吃过。什么苦啊？真的，小的时候早晨5点钟，嗯，我爸到我们这房间就得给我们都叫起来。你爸是周扒皮呀，啊，早上5点就叫孩子练功啊。这么苦啊？多新鲜呀，啊，哎呀，5点挨个都耗起来，嗯，摁在墙边背。背什么呀？背报菜名。哦，来，袁鹏，来，你背报菜名。刚起把震动又开了。蒸羊羔，蒸熊掌，嗯，忘了，就俩菜就忘了，给我爸气坏了。哎呀，抡圆了胳膊啪来一大嘴巴，墙角跪着去啊，跪着去背。背不下来，今天中午饭你都甭想吃。多厉害！烧饼，来。那我来就我来呗。蒸羊羔，差不多了吧？好，这比这饭量还小。你就一个菜呀？拍一嘴来，大，给烧饼也踹墙角去了。哇，跪着啊！你要背不下来，这晚饭你都甭想吃。郭麒麟，跪着。就对我最严，背。嗯，爸爸，我不会，下次注意，知道吗？我吃的苦你都没吃过，那就这个呀，知道吗？您吃过什么苦啊？你这打小得练呀。您没下功夫，你不练在台上没有办法进行表演，没法诈骗。当然了，说学逗唱。观众最喜欢的还得说是逗啊，逗乐嘛。相声不逗，没有人愿意看。那肯定，是不是？嗯，但是说相声演员逗乐观众，嗯，大概其啊叫幽默。哎，语言的幽默。对，因为幽默呢，它较为含蓄。哎，比较奔放叫滑稽。啊，这还有区别吗？哎，把人逗笑有很多种方式啊，幽默和滑稽是完全不一样。您给分别讲讲，什么叫滑稽呀？嗯，我走上舞台。这儿一西瓜皮，哦，我一踩，哎呀，摔一大跟头，这叫滑稽。哦，滑稽。哎，嗯，什么叫幽默？就是含蓄啊。展示一下。我举个例子，嗯，我是你爸，这就叫幽默。含蓄。我是你爸爸。滑稽。没听说。到我这占便宜就是滑稽是吗？不是，你得懂啊，懂相声啊。逗乐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幽默得是语言上，只要能给观众逗乐了啊，相声演员的工作就合适了，格调得高雅。哎，对了，嗯，说学逗唱最后一样叫唱，嗯，好多演员啊，啊，自己都有误区。哦，啊，我们能唱，嗯，我们能唱个歌啊，嗯，我们能唱个戏呀，哦，这叫唱吗？这个不叫唱，叫什么？这都叫学唱。
哦，归在学。你不是人家专业演员，嗯，你怎么唱都是学人家啊。真正相声演员应该掌握的唱，您说叫太平歌词，这是本功。这个东西说心里话啊，现在掌握的少之又少，还真是。我们相声界内部吧，嗯，做过一个不完全的调查，哦，目前世界上现在的啊，嗯，还会唱太平歌词的，嗯，就剩下两个人了。哪两位？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父亲。没有，这东西啊，岌岌可危。赶紧听，到劳动节就一个都没了。我跟你说，那意思我爷俩都得死在劳动节是怎么着的？什么呀？什么意思？我们也会。你们能会这个吗？谁说不会啊？你吃过那苦下面的功夫吗？我没有爸爸，我不会这句。对呀，多谢谢。我为了学太平歌词，怎么着？太平间里头待了六年。嗯，你就多余出来，你知道吗？烦了，根本什么都不懂。那是练太平歌词的地儿，知道吗？讲究上下句，咬得特别紧。您说那么热，来一个怎么样？基本功啊。好，成。那我就稍微展示一下，来一段。太平歌词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名段，哦，叫《秦琼观阵》。好，全段唱完了，反正挺大的。哎呦，得唱个十几分、二十几分的。哦，咱们呢就摘当中最精彩的那几句。好，我展示，来一回，好不好？嗯，讲的秦琼的故事啊。啊，磕罢了头，我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驮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驮顶我闯不出这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的秦琼观阵，我是愿诸位那狙击呀欢乐是俯首抗命。你这 rap 憨豆也听懂了。哎，憨先生喜欢这个。哎，他也会吗？可能英格兰那边也有这太平歌词。嗯，这是唱功。好，说学逗唱。嗯，为什么把学放在最后说？为什么？包罗万象。哦，门类比较多，能学的东西太多了。是吗？真的。哦，你就拿学唱来说吧。嗯，学唱就分两个门类。哪两个？一个是学这个传统的唱段。哦，一个是学这个流行的唱段。哦，比如说现在流行歌曲，嗯，在舞台上学唱，这个很多演员都行。是，但是啊，我说实在话，我爸在台上没唱过流行歌曲。他也唱。我唱，他一唱把原著都得罪了，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他对这个没有兴趣。哦，我跟他不一样。您怎么着？我爱听歌曲。您是好角啊，对不对？啊，我学学我爱听的几个歌怎么样？流行歌曲，好好，来一回啊！简单学学啊。学一什么？我最喜欢打小啊，嗯，小时候爱看那个动画片啊，有一动画片叫《西游记》，你看过没有？我看过。对，《西游记》有一个主题曲叫《你真了不得》。哦，都知道。猴哥就那听过吗？我知道这个我最擅长了。您来怎么样？我唱一遍。来，你这了不得啊。嗯，看啊，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离开我。猴哥，行，你可别来了，这猴哥欠你钱是怎么着啊？你恨他呀？展示嘛，你们两歌都唱串了，不一样吗？您唱这是朋友呢，是？哦，猴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嘛。哦，这个歌我知道为什么唱串。嗯，因为我现在舞台上表演啊，我没有乐队，我唱不下去。好，你好乐队，你多新鲜，我得庞大至极，好几万人旁边给我伴奏，我再唱。哦，那就是您的追悼会，你知道吗？我的人员来不了好几万人。哦。然后我得有乐队。来了吗？有乐队就行。那来一回啊。我去来了。乐队有人在吗？哦，有乐队没有？来来一个，来一个。嘿，真好，真好。嘿，这你大姨他们都来了是吧？听说出来还尖叫，你看。哎，上来小乌龟。这个介绍一下。不好啊，这怎么是小乌龟啊？这个颜色，嗯，挺好，这儿没有。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谁呀？也是我们在德云社的一个师兄弟，一个演员。嗯，他是孙越老师的徒弟。哎呦嚯，孙越知道吧？那个大胖子，特别胖，知道吗？坐在飞机上啊，两边都靠窗户。好，这么一位，空姐怎么办？
孙越老师的高徒，嗯，名字也好听，叫儿子招。对，这个儿子招，不是你等会儿吗？你怎么了？不是有叫儿子招的吗？您叫什么名字？孙子招。你还说大了一辈儿，不是这也不合适。孙子招啊，没有，孙子招，孙子招。哎，这是我这个相声说的不错，嗯，当然这个吉他弹的也好，好啊。我们俩平时总在一块儿唱，我还真不知道，你不知道吧？来一回吧，就我们来一回吧。我看看啊，咱来回那个好的什么？来一个那个那叫什么 ？Flamenco。哎呦 ，Flamenco 行吗 ？Flamenco 没问题。最近我们总练的那个，我在行啊，你在行呀，嗯，一定要把这个技巧你炫出来，把这节奏打出来。对对对对，没问题。然后我一定要那个特别特别 fashion、特别范儿的那种，有范儿是吧？哎，你一起来我才能唱。太好了，好不好？行吧，来开始啊，欣赏欣赏吧。都没见过啊 ，Flamenco，Flamenco， 对对，看你这样。白龙马蹄儿草细，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嘿，几万里，好不好？哎呀，太优秀了，太优秀了！我感觉啊，你们家跟吴承恩可能有什么战略合作。怎么了？怎么老有《西游记》这里边？这多好啊！这是弗拉门戈吧？弗拉门戈，唐僧取经还去过西班牙是怎么着？没有没有，这我们练的呀。您这都又唱串了，这这串了是吧？这什么玩意儿？那不行是吧？我再换一个。好的那个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咱这样咱不提这白龙马了，行不行？不提马了，哎，咱来个驴的故事行不行？驴的故事，哎。这个去年有一个电影特别火，叫《驴得水》。哎呦，啊，好多人都看了。这个主题曲叫《我要你》，我唱一遍。哎呦，啊，这个是个流行的歌，这行不行？你会这个？多新鲜呀！来来来来，展示展示，来，来开始啊！我要你，我要你啊！我找这调门啊，这高也行。我要，哎，是这个吧？是这个，还再高点啊？啊，对，还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可以了，别来了，别来了。人们谈吧，您这不是驴得水啊，是走得远，这是。骑着什么话呀？骑着驴走。这不是这个，这是你师傅于谦老唱这个。这不驴谦呀，驴没有，我要是这词儿，不是这词儿，我要这词儿。行，我快死了，你是吧？那我正经来一回，哎，重来。你怎么回事？我跟着你呢，我你怎么？你得好好谈。这净是搅和了。重来，重来，再来，再来，来来来，再换一个，换一个。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行了，别弹了，你就我还有别弹了，这多好啊！我还有一嘎调，这猴要再出来，我歇死你们俩，知道吗？不懂艺术，他们老有这个呀！不懂艺术，您会不会这？我要，我能不会吗？会唱啊！我刚才就溜溜嗓。六好了没有？六好了，我要啊！这回绝对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哎，来，开始啊！我得找你，我来。我要找我爸爸，走到哪里也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若你见到他就叫他回家。我师傅丢了是怎么着？你爸不就在那儿呢吗？你
是吗？你呀、啊，你就是一蒙事的，我跟你说。我能蒙事吗，哥？我再给你最后一回机会啊！这绝对唱能唱就唱，不能唱您拉倒啊！不，你放心吧，这都总决赛了，这个什么驴得水？唱完这我结束了就啊！好，来这个，少爷您到底会吗？你我能不会吗？你怎么回事？你老搅和我，你好心是唱对了啊！这个对了，丢人了都。嗯，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整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有个流氓叫燕和香。还鼓掌啊！我好好啊！谁是流氓啊？啊！我看出来了啊！我怎么不赖你，就赖他。我这多成功啊！就是你搅和的，你给我走，去去，我去去。别，你整个就儿子招，我跟你说。他还拉线了，你看这个，怎么样，行不行？不怎么样啊！我这展示的不好。这都是满大街谁都会唱，您会唱不叫能耐。那怎么唱那个就您会的人少的那个会的人少，哎，传统现在会的人不多，来传统的呀，传统也行啊，来一个呀，来不了，我没有乐器。 你没有乐器，我这也行，没有，我给你带乐器了，你藏哪儿了？没有，来乐队，没有上，还真有啊，嘿，我这怎么这搬椅子了吗？这不是，你看咱这乐队比他们强多了，怎么哪儿了？来，有谁来了？有请我们的德云小霹雳乐队。德云小霹雳是什么名儿？这是？你看看，哇，好家伙的，嗯，这都是咱们德云社的青年才俊。你给介绍一下啊？看见没有？这最左边啊，这吹笙的这位，吹笙的这位叫王鹤江。旁边穿蓝色大褂弹三弦这位叫周狗粮，周九良。说清楚，周九良。这位吹笛子的叫陈九福。哎，你别鞠躬，你等一会儿吧。这位不用我过多介绍了，这是我的干弟弟，京剧神童陶阳陶云胜。好多都认识。你这把这么几位都请来，这什么意思？你看看。拿的都是民族乐器，嗯，你要真说来传统的，当面展示一下传统的，哎，那太好了，行吗？就的这个机会啊，咱们是北京德云社，怎么着？扎根于北京，嗯，咱们就唱一个北京的剧种，什么叫北京曲剧？各位，就这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剧种，行不行？来一回，唱一这个，来一个，咱挑一个故事啊，嗯，就唱《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没有猪八戒吧？这就是这没有啊，这跟《西游记》都不挨着。那我就放心了。这是清末四大奇宴之一。我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两个人是街坊，嗯，青梅竹马，嗯，但是最后呢没有走到一起。哎呦，小白菜嫁给了别人为妻。哎，可是后来有一个坏人把小白菜的丈夫给害死了。嗯，冤枉是杨乃武害死的。哦，到后来两个人纷纷入狱。嗯，狱中三载，马上转过天来。五更天开刀问斩，哎呀，这公园三更天两个人在狱中有一个最后的分别，这是整出戏最精华的部分。我知道，咱要唱，咱就唱这点儿。这个真是老的，行不行？可以啊，好吗？啊，咱哥俩，你能唱吗？可以。那咱俩分分角色，可以，好不好？嗯，那我来什么？我来杨乃武。那我来擎天柱。你来。不谁？你说还这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意思吗？啊，不知道，咱我来谁来着？你这小白菜儿啊！您拉倒吧！我小白菜是女的，我怎么能来她呢？我那怎么不行？我哥行不行？能演不能演？啊！我赶上贾玲那状态了，我。对，你有点那意思。行，好不好？啊，那你就小白菜。我来小白菜。你光这样不行，都不像。对，我是个男性，我可以这样。啊，你女性，你得打扮打扮。我怎么来？我也雕一花。你那不成的。啊，你呀，听我的，我给你出一主意啊。这没有道具。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找找。你起开起开，哪儿了？哎，我给你拿了一束辫子。你哪？行不行？不是，我头发不够长，就拿这找吧，是吗？对，你戴上这像个姑娘。这怎么来？来，您给我戴上。我给你捯饬，这人不捯饬不好看。嗯，捯饬出来，您再这么一看，哎，就好看了。还不如不捯饬呢。嗯，是吗？西湖影配杨天，狗带铃的跑得欢。你看。
好了。哎，从这个掌声里边，我还看出来挺俊美的，太俊美了，啊、太俊美了，真的。哦、啊，当时偶像小生了。哎呀，我就这个模样，杨海虎能看上我呀？啊，对对对，没有办法，组织安排。来来来，这样啊，嗯，你现在是一个女性，我是个女性，但怎么能证明你是小白菜呢？嗯，还得找这么一个道具。小白菜怎么？我也准备了，这特地为你准备好了。哎，小白菜，这是大白菜呀、啊！这把它抱的，这舞台表现要夸张啊！对对对对，这就是这，你看离远了一看就知道小白菜了。对，哪怕你说后排的观众没看我们之前这节目，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突然一看，哦，看看看，哎呦，这孙子拿一小白菜，这是小白菜，哎，就明白了。干嘛这孙子呀？就是评价你嘛。行行不行？这还有虫子的上面，说明你甜啊。哦，说明小白菜甜啊。行行行，嗯，好不好？托塔小白菜，托塔小白菜，可以吗？可以。那如此这么办？没问题。咱就开始。咱乐队拖了点我。咱就唱这戏服。来来来，好不好？开始啊！来，来。嫂嫂，兄弟，我哥哥是怎么死的？那要问隔壁王妈妈。别吹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演什么呀？这是？你不武松潘金莲吗？谁告诉你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您叫我嫂子干嘛呀？这过去街坊之间比较封建，都得叫嫂嫂。哦，你叫我得叫杨少爷。您不是郭少爷吗？我这戏里头叫杨乃武吗？您叫我嫂嫂，我叫您杨少爷。杨少爷啊，紧接我得问您一句话。那怎么着？我说什么时分了？你告诉我，三更天了。哎呦，这什么意思？惨啊！五更天我就杀头了。嗯，三更天咱得把心里话说一说。哦，我听完，我一高兴，我一着急，我一低唱，咱们俩对唱有一个太平年。哦，紧接着是你自己一个人展示的窃快书。窃快书我熟啊。哎，但你前面那太平年那我词儿不熟啊。对唱太平你不行啊。我不熟啊。没关系啊，咱们这个后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嗯，好比说谁在台上要忘词儿了，嗯，你就冲旁边的演员努嘴儿。你努嘴儿，你冲我一努嘴，哎，我就明白了。我说哦，你忘了，我赶紧就给你接过来。哦，也成，行吗？你要忘了，我还提醒你呢。对对，来来来，好，咱开始，来，咱准备开始了啊。来来来，嫂嫂，杨少爷。现在是什么时分了？三更天了。别！你要跟我接吻是怎么着的？干嘛呢？怪恶心，干嘛呀你这？你不是冲你努嘴吗？第一句是我唱，你努什么嘴啊？嗨，我说我不熟嘛。你不会的，你在努嘴。哦，这是没我的状态。多新鲜！后边才是我。后边是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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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开始。嫂嫂，杨少爷，现在是。什么时分了？三更天了。啊，三更天了。三更鼓夜已凉，万籁无声，鬼气茫茫。为得功名，我的身先丧，难离难舍，难转家乡。万
欢心，痛把人伤，隐瞒真情啊，躲躲藏藏，就便是最后关头生存无望，我也要吃当官脱枪梁，诉真情大嗓苍，纵然我因此也名善良。背屈含冤三载时光，受尽了酷刑啊，我遍体鳞伤，到如今回家杀身声名丧，时刻惨我法娘，空倚门痛断肠，儿丧父泪沾裳，妻丧夫受凄凉，抛解输赢告黄状，滚钉板刑不堂，民告官罪长，我那一家大小见阎王，我那亲娘。我要找我爸爸。